发现老婆偷偷避孕，啊、你会怎么办？谢谢哎，医生，我老婆身体没什么问题，我们怎么一直要不上二胎啊？你们想要孩子干嘛还吃避孕药啊？什么？这种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是我生又不是你生，我为什么要跟你商量吗？我，嫂子，小宝的生日礼物，谢谢。老婆，你怎么订的蛋糕？啊？妙妙的姓都写错了。没写错啊，妙妙现在跟我姓。 那、啊、不是谁允许你改的？这么大的事情不跟我商量，商量了你能同意吗？同不同意也不是你先斩后奏的借口啊！哎，好了，先别吵了。我也不想吵，啊，可他呢，自作主张，先斩后奏，真是过日子的样子吗？哼，哥，你说事事都跟嫂子商量，可你那真的是商量吗？老婆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来。 什么？大刘他们喊我去喝酒，我我能不能去？今天就别去了吧，孩子刚退烧，万一晚上又烧起来，咱们得及时去医院啊。那我都答应人家了，不去不好啊。那你还问我干什么？你看你这脾气，我这不跟你商量吗？早知道这样，我就说去下班了。那我还得谢谢你了。本来就是嘛，我先走了。你妈妈，妈妈，爸爸怎么还不来？ 马上快到了，我们再等等啊！妈妈先给你涂点冰冰霜,霜。你怎么才来啊？有点事耽误了。你给他涂的什么呀？ 这个是贝亲桃子冰冰霜，小孩子的皮肤本来就嫩，又在太阳底下等了你这么久，脸都晒红了。这有用吗？当然了，这个贝亲桃子冰冰霜啊，它可以即刻降温四度左右，抹上冰冰凉凉的，晒烫的小脸蛋儿、啊，这样就舒服很多了。里面的桃叶精华和芦荟叶水还能舒缓晒红的肌肤，质地像是冰沙一样，一抹化水，超级清爽，特别适合孩子春夏用。小宝这么小，用的东西可得好好学一学。 你就放心吧，这个冰冰霜是专为儿童设计，没有香精、酒精那些乱七八糟的，美修全绿，敏感肌也能放心用。哦，好了，快点吧，这幼儿园名额咱好不容易抢到，赶紧去把资料交上。有有个事儿，我想跟你商量商量。有什么事儿等交完资料再说呗。幼儿园名额我给月月了。给月月了？为什么？她是我妹，我这个当哥哥的能不帮一把？这么大的事儿你自己决定了，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吗？ 这不在这跟你商量呢吗？再说那幼儿园在哪上不一样，咱就别去凑这个热闹啊！是不是啊，妙妙？不是你打电话叫我回来，什么事啊？哦，有人想租咱家在城郊外那套小房子，我就想问问你的意见。那肯定不租啊！都说好了，等我爸妈做完手术，把他们接到那儿养病嘛，也方便我们照顾。可、cool. 哎，喂，哎，周先生，定金已经给你转去了，租客过两天就准备入住了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可我已经租出去了。 不是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先跟我商量一下？你把房子租出去，让我爸妈住哪儿啊？你喊什么呀？他们来了住酒店不就行吗？我这不在这跟你商量吗？早说不跟你说了。你说说你办的那些事儿，我嫂子能不生气吗？我,我不就跟他商量了吗？商量，两个人一起决定才叫商量。你都没事先问问我嫂子的意见，自己做好决定了再来通知我嫂子，你那是商量吗？我我。我 我不是怕他不同意吗？他就算不同意，也是为了你们这个家考虑。你总是造成既定事实了，再来逼着我嫂子同意，其实就是逼着我嫂子把自己当外人啊。次数多了，再热的心也冷了。我哥，夫妻一体，有啥事儿一起商量，是对另一半最起码的。 我们之间的回忆，全部都小心的收起，我总是偷偷的哭泣，想着你。